台湾大学林场的实验林场，不要拿回去是。我觉得还是给公共厕所好了。好来，起来。谢谢。那个早上呢有报了他做的那个 Excel 小工具嘛，那陈总这边有说要配合这个 Open Data 嘛，做 English， 所以现在可以转成英文。那他可以就是支援，反正你只要会别的语言就可以把它写上去，所以之后看有没有别的语言，或者我对英文乱写的，那有错的可以帮忙改一改。然后，对，我是 Johnny， 然后我平常都是在做那个立委投票指南。然后我昨天才发现说，我已经来这边做了这个立委投票指南已经做了第三年了，然后还在报这个东西。然后，那现在有新增一个功能，就是可以找法案。那因为现在那个立法院开放资料平台也有那个法条的对照表，就是像这样。之前比如说有在炒那个婚姻平权的东西嘛。那就可以看到，是从什么样子改到什么样子。那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好像，自己觉得好像还比较好看了。那也可以欢迎来修改。然后这是我本来上次要来，然后临时有事不能来，所以就在这边补充报告一下哈。那这个专案就是做了很久嘛。然后我的美感不是很好，这是我本来这个网站的首页，然后后来觉得我这样子做很好看，然后后来那个子龙就看不下去了，就做了一个设计，然后我后来也有抄他的设计，就是做成类似啦，然后这是本来以前的表决记录。我自己觉得很屌，那后来稍微收敛一下我配色的欲望，有点像。那以前的表决名单，然后后来也是我的专长，就是让那个设计师看不下去，他们就受不了，然后就说可以改成这样。那他就是提出说，他本来那个名单很乱嘛，那他就说用政党把它，就是把它集合起来这样子。然后这边作者也在哦，那个苏海蒂他们有设计一个，就是可以让使用者自己去 take， 比如说这个表决他觉得是，比如说什么最低薪资要调涨啊这样子，那后来也有做出来，就是后来也有做成像这样子的一个界面，然后设计师也又看不下去了，他就说这样子好难看，都会把我做成就是分成反对、赞成、没投票这样。然后这是也是以前的表决记录，后来也是又在吸引到设计师来改，那这部分目前还没有改，所以欢迎那个未来都应该还会有选举嘛，所以还是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专案，我不是只有选举权才做这个专案，好，谢谢。肥皂，肥皂，觉得弄了立委，我觉得手脏脏。哦，有点脏。哦，所以我们刚选举完嘛，所以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改进下一次的这个立委选前，我们大家应该知道的资料资讯。好，那下一位是。